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我现在在挑战陪你到世界之巅的打地鼠比赛。天气情况，我现在在寒冷的冬天，然后还下着雪，然后我觉得手指会比较僵硬，不会占一些优势。Ready Go！ 我也手软了。你觉得谁会是你的对手啊？你们这种没有对手。一博，你最终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呀？这相框是一个比较聪明的角色，很帅气。好棒，恭喜你过关了。222什么鬼？为什么是222分？好二啊！在一个寒冷的天气下，室外的天气下，手很冷的天气下，我打了一个222分的一个分数，然后希望你们不要击败我。如果击败了我，也没有什么可得意的，因为我是在一个恶劣的情况下。